你有辙。这是大的就有将近千斤，然后最小的有七百左右。那就大肚子吗？哦，跳腿啊！快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洗不动啊，这个。要的啊，要的啊，要打花猪啊，上三个上，再上再上，豆皮哥，一招，两招，三大招，哎呀，70分宽，这这走，这个嘛，啊，这个躲着，这拉吧，这拉吧，快上人拉尾巴！跳都拉人来拉尾巴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你在前头讲方向，我在这边乱提神，快点！哎呦，啷个着？死的！这个猪你们看一下，现在近照让你们看，一千斤差多少？我们再看一下秤，518。还有他这个围的大的猪，是不是围的老实人啊？毛都不一样的，皮都不一样的。啊，可皮都多少多少？我来接，关了门，关Thank you.
给二十年，你咋做师傅？啊？你咋做几年？给二十年？二十四五年啊？能当的就找个几个？第一次在做，第一次，哎呦！第一次啊？真拿不起好。千金珠啊，那个千金珠。第一次啊。对，非洲人都很不文明，上桌了。这个皮不一样，你好，这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哦，好疼啊！人家这个脚底板就是好，就不行，就不是好疼个。我讲，我给他当宠物用。连环。那个仙木子差不多长，你那个。我现在就是我那也不算。就是我爹脑瓜脖子下来没得钱，没得可以花哦，你那个。有点难，应该是忘了。哦。你的肉应该不差。这肉不差。有点怕了呀，怎么的？你怎么想带了？带了带。哎，十年是一万多，多岁？那个是喊一万多，三年的珠宝给你亲手。三年。他妈了个脏臭！哦，八八的。啊，你年的干了，我感觉。你干嘛呀？干嘛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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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干